是那个药吗？不是。如果是的话，那就是黑队奥的。对，黄祖蓝其实很厉害的。怎么办呢？生力军没了，没了。碰到两个人呢，真的好衰啊。当我转过那个弯，我看到他们两个的时候，内心是绝望的，但我表情依然不能怂。你们能把我放出去，我只针对王祖蓝。去找线索。来吧，来一张好一点的吧，求求你啊，给张好点的吧，让我知道谁是城市之光吧，求求你给张好一点，给张好一点。演唱会，谁开过演唱会？嘉欣姐啊，她想问问呢。嘉欣的英文名字是什么 ？Nancy Lin。谁开过演唱会？你现在是来追我的是吧？你干嘛又来了？我不要，我不要，总得要开始。怀疑你就是城市之光，我不是，别撕！哎呀，我不好意思撕，怎么办啊？来吧，我不要，我不要，不要啦，我不要，不要啦，我不要，奥利，奥利，救命！啊！不要，你不要这么大力气，让你今天撕，撕一个够了。救命！我帮你看着啊。哎呦，那到底啊，爹，是这个吗？哎，中了，中了。
这什么意思？冲浪，冲浪，冲浪！肯定是李晨，是吗？什么意思？李晨会冲浪？李晨会冲浪？会吗？乘风，乘风破浪，乘风破浪，乘风破浪啊！乘风破浪啊！邓超。我应该是你，我应该是你。怎么了？你怎么了？你在这公司啊？啊！啊！希望城市之光永远亮着。真的，邓超有身份，抓邓超真的找不着，太难了。反正我见人就撕，我也没什么。Yeah.